我和你在一起，你也就会送我这些没人要的破玩意儿。你也别怪我，我要的你给不起。看你那情三样，我要的给不起。看你那情三样，这不是我很喜欢的那辆车吗？趁现在没人，赶紧给我拍两张照。毕个业。哟，这不是陈一达吗？怎么开始捡破瓶子了？怎么样，你这穷小子，这被子你也买不起吧？抖音。